其实还是等于只报了一个啊，当头一棒，19828，兄弟们，我这波值不值得鼓掌？就一个直接把怪单挑了，值不值得鼓掌？你看队伍里的队员多配合啊，啪啪啪啊！好了，这回合杀这个、杀这个变异，宝宝直接跟啊，咱们先把这关杀过去，就咱们就有信心了啊。需要喝酒金罗汉不需要，直接我刚才一刀打了19000多，但是我一点力量不需要加的门派是什么门派？我的门派是花果山啊、如果说是大唐官府是梦幻西游的亲儿子的话，那花果山啊就是梦幻西游的亲弟弟啊，高了一个辈分。梦幻西游的三嫂不一定有花果山的当头一棒厉害啊。你们也看着我的输出了，一刀19000多，如何？我全体加点啊，输出照样够看。武装咱们有了强罗的金脉就好打多了，刀刀一万，看见没？兄弟们，一个不加力量的门派，一刀一万血啊！我硬件贵吗？硬件不贵，硬件不贵。这号的话，普通玩家完全能达到十段的装备啊，普通玩家能达到吧？而且属性一点都不高，多装备都是有磨损的啊。出去给你们看装备，连续我当头一棒啊，一刀一个啊，特别的脆啊！1800元红包，咱们现在这号30000卖吗？这号转门派我他妈都花30000块钱了，我30000块钱怎么可能卖啊？谢谢云开百姓，还又有当头一棒，真的是没有办法，给我当主怪。这边想念。杀完这关以后，叔叔感觉下关也是垃圾啊！武装只要有了强罗，对面啥都不是啊！这个队伍的硬件真的是不错，速度好多比我还快的，175级的无底洞啊，表现也不错，就是提供非常稳定的加血，就是抗性啊，跟我差不多啊，